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我望到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主持人大家好，咱笑眯眯的，咱的玉金兄，咱今日足无简单的哦，搁遮尔热呢哦，夭寿啊！我讲的六月火烧补完的，有影烧甲烧烫烫，嘿，对啊，应该讲若烧的时阵哦，迄个疫情会较减的，结果你看，迄个后尾的国家世界，嘿，无搁继续伫遐咧飙起来就对啦。啊，所以讲咱大家同款吼，你若去公用，比如说嘛，同款来戴嘴安吼，啊，当然爱先洗手，啊，个人的迄个卫生安尼啦。啊，即马搁有一句话讲啊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啥物叫社交距离？社交距离，你若塞一台车，若坐两啊三个，啊，都无社交距离啊，你安怎保持？其实拢无够明确的解说啦，吼，就是讲你几公分，也是几公尺，你爱讲个清楚嘛。对。啊，即摆是因为伊无法度执行嘛。是啊。啊，所以就号一个名称，讲社交距离嘛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其实社交嘛唔对咧。嗯。即社交的原意哦。嗯。就是大家要较亲密的，要拥抱接吻，拥抱碰脸颊，哎呀，社交嘛吼，哎呀，收袖嘛，没有了。哦，所以我常常在讲假啦，讲迄个阿库里假啦，安尼吼，啊，其实迄拢无标准啦。你假假嘞，等下食饱，搁伫门口，搁伫遐咧得吐嘴气，搁伫遐咧讲话，毋是同款。好啦，咱今仔咱主题啦。有法治吼，人民则有福利。哎，对啦对啦，起码你讲迄啰台湾哦，是全世界第一无公平的所在啦。对啦，因为无啦，伊若若莫甲咱讲，伊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的国家吼，咱无会讲嘛。你无听到即句，无遐气啦。嘿啦，吼，啊，伊规气合就拢是台湾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的社会嘛。嘿。啊，敢有法治？哦，我讲几个简单的，几个简单的例就好啦吼。你有迄个法治的社会吼。嗯。国家的公仆吼，要使用国家的公仆，拢要经过考试嘛，所以才设一个考试院嘛。嘿，对。哦，就用你经过种种的考试，啊，种种的即款你的审核了后，啊，你资格条件吼拢有够，能力有够，你才会当去做公务员嘛，对不是？吼。啊，你有所以你设一个考试院嘛吼，啊，其实考试院几十年来都拢无功能啊啦，吼。啊，不如红包啦。系啦，啊，所以你，所以民间一直咧话讲，爱废掉考试，伊就是这个原因嘛。对啊。每一个考试委员，考试委员，每一个考试委员，拢是一个部长级的薪水啦。嗯。佮有司机，佮有车啦吼。啊，这拢是咱费寡钱呢。对啊。这拢费寡钱。啊，即摆讲法治吼，真真正正法治，就从爱按照国家的典章的制度，你才有法治嘛吼。嗯。比如安尼讲。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，伊会当对台台便宜带伊原来的助理秘书蔡碧如，会入去市政府做顾问，啊，这无经过国家考试啊，敢有？对啊，无嘛吼，啊，所以迄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，就安尼来的嘛吼。啊，佫一个代表，佫代表柯比奇跟演雄甲迄个五大弊案落去，落去台北，伊甚物身份，伊会使甲伊落去？分身啊！台湾有一个分身的名词，你袂记吼？但是你敢要听过美国人有分身？无嘛吼？是美国人文明的国家无迄个分身的啦。文明的国家敢有即款？即款吼，讲职务甲权利嘛吼。啊，你看柯文哲伊。当选台北市，迄民选就袂讲嘛吼，伊行入去台北市政府主席，迄是合理合法的啦吼。但是伊袂当带人嘛，因为伊用的人爱由国家指派。对。哦，经过国家考试、国家的即款制度吼，人事的制度来，啊，按部就班吼，对基层，你的能力，啊，依你的背景，啊，设置的你的资金。啊，过来，外交部正常有一个翔哥啊，从天出来无你发现嘛吼，啊，从天
配翻译有影英文是袂歹啦。翻译袂歹啊，翻译袂歹啦。翻译有影袂歹。啊，但是英文好的人嘛真济啊。对啊。对无吼？是干那先生。对嘛？啊，伊就是当读个安尼，甲蔡英文的结束的关系。阮主秘的代表处去做政府组的组长，啊，所以大营的人去监察你，去甲监视，去甲谈话嘛吼。啊，嘛有成立啊，嘛有成案呢，就是讲，迄个监察你有对外交部提出这个质疑啦吼，啊嘛有成案咯。啊，成案你变怎？嘛无啊，你嘛无成案没下文。吼，啊，所以你一个国家若无按照制度来吼，当时讲你都。以上不当的开销吼，迄拢是你甲我的血汗钱呢。嗯，你敢知影？对啊，咱纳遐，咱纳税金纳，咱伫个世界来讲，咱纳税金是有着顶的呢。着顶的啦。系啊。我着一直一再伫节目上讲过，全世界吼，有联合国会员192个啦吼，啊，包括非联合国会员的国家有209个国家啦吼，即马有遐个观察员啦，有遐个是无。无，还未，还未真真正正做成立这个国家嘛？吼、嗯，啊，总共目前为止就是有209个国家，无、嗯、一个国家的人像台湾人这骨力啦，嗯，无啦，吼、嗯，啊，你又知影讲，咱有咱的国库偌侪钱啦，嗯，咱足认真缴税，嗯，拢唔敢甲政府计先呢，真侪国家是控税的。无，咱要安怎甲伊计算？你若欠300-500，甲堆甲恁家来，是啊、甚至甲你堆起到迄落什么桃园机场去啊？是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所以2009年马英九去创造一个消费局，开4亿外行政费来印遐迄个消费局，啊，其实唔免那麻烦嘛。你学美国、学加拿大、学英国、学日本、学新加坡，直接为你户头，也免成本费啊。哦。啊！你若无户头的人，伊开支票，互你领现金吗？嗯。所以这足夭寿，这中华民国若无，我过去一再讲讲，中华民国若无消灭啦，老实讲，台湾人无前途啦，无前途。已经啊吼，啊，都讲科技了，讲太平了吼，无去上课了，吼，太少年，当然伊老年人啦，风对国家的战战的可耻可惜吼，迄咱袂讲，吼，伊袂当讲空降。机关主秘的办事处的政治组组长，引起内部职员就不满。啊，搁有一个某第二位啊，嘛是讲下伫迄落，毋知啥物金三角洲啊，是对啊对啊，嘛是搁下家己的人伫啊。对。啊哟。所以你甲看美国迄个国家吼，你敢有听过美国迄个国家倒一个参议员啊，是众议员去互因的总统加提升去做一个啥物部部长无呢？因无安尼呢？咱台湾拢总安。啊，台湾拢安尼。算输诶，当去做大官，这才有机关。吼，啊，过来，何必川伫个1982年，带因郝龙斌的查某囝、查某孙啊四位，伊去参加去新加坡考察，去参加迄款汉光演习，诶，即款迄个研讨会，带因四岁的查某孙啊哦，啊，这敢讲输？哦，所以其实要讲拢讲未完啦吼。伊若无一个国家无，迄证明一个国家无制度嘛。对啊。哦，啊你无制度国家，你敢开嘴合是讲你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？嗯。这根本拢是好笑的嘛。欺骗社会，佮欺骗国际。对。啊，所以讲我是讲一个国家若有制度啦，会省足侪钱的啦吼。对。我拄只一下未开始就节目未开始之前，我哩一大个伊讨论一件代志啦吼。我讲台湾的出问题出伫啥？各单位的主管，拢有特资费，对，办公费，吼。像讲我咧做兵的时候，我做海军嘛吼，我做兵的时候，迄个副参谋长，副参谋长啦，海军的副参谋长吼，肖总，啊！伊一个月吼，迄当时，迄当时我做兵的时阵吼，是1971年嘛吼，1971年真早吼，我逐个月拢爱去国防部摕伊领薪水，领一堆将官的薪水啦。啊，迄阵啊，国防部的吼将官的薪水底下拢是一罐牛皮的底啊，牛皮纸啊，牛皮底啊吼，对。啊，小将的薪水才6378块，我会记的吼。但是伊有4个囡仔，赵宁、
赵宇、赵建、赵静四个囡仔，美国留学。所以每个月拢爱叫我去勤务兵，去台湾银行汇500块的美金啦。1971年，迄阵啊，迄阵500块美金是天大地大，一块银40块台票。对嘛？啊，迄500块美金就20000块嘛吼。我咧先想慢想哦，嘛想袂通咧。伊个薪水才6000几块，吼、哦，啊那有法当每个月汇20000块去汇四个囡仔留学嘛吼、哦？就我讲拢有描写啦。对啊。哦、啊，伊即摆转来，另外为做作家，为做啥？结果我问伊个参谋，伊个参谋吼，我问个参谋讲，啊，老板一个月才6000多块，他、为什么每个月？还 有能力汇500块美金去美国了、你说啊你不知道了，老板有办公费嘛，好、啊、我的后期嘛，你怎么那么白目啊，办公费是多少，有办公费是13万啊，办公费哦，小奖哦，办公费13万，啊那就是在西洋国家建好他的啦，在西洋国家定位叫私房钱，才加钱啦，哎、欸，啊！你政府的机关那里当我参与？阿哥，你是用生命来保护国家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人，你哪会当有？是嘛？那你未使有差价钱。对。我要讲的讲，法治的国家是无差价钱，诶，这个名称啦。你美国总统吼、伊要请人去，伊要创啥，拢爱申报嘛。嘿。哦，申报才有当半钱可以嘛吼。伊要经过一个职务无大。很宽足大诶，稽核员，英文叫 auditor， 吼、伊爱去审查嘛，审查你报这公司有合理无合理嘛吼、啊有正当性无正当有正当性。这笔钱是毋是该开诶啊？对，稽核员呐认定讲这无正当性，伊就该退回啊，伊就爱开出来吼。毋是像咱台湾呢，即卖一个现在一个部长诶换人吼，哦，其他诶各部会首长啦、副首长都去送兰花。你有没有去送诶遐诶吼？迄种雨露均沾的，对，还是想过来得到伊诶雨露均沾啦。是啊，主要是迄一盆兰花无俗，拢3-4千块以上啦，灌水嘛吼，还佫有人趁价卡嘛吼，迄种无应该呢。因为吼，我伫荷兰吼，未使送礼啦。一上礼，你就爱改，你头一步，你就爱去甲稽核员解释讲，你为什么要上礼？你头一步解释，你为什么你要上礼？你是不是有私心？你是不是有期待？你是不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是啊，哎，还有对价关系嘛？对，所以人法治的国家是管得足严的，吼。过来讲新加坡啦，我伫1989年甲1998年吼，伫新加坡。帮忙安大差不多200几个囡仔嘛，所以有真侪家长小留学生嘛，小留学生啊，有真侪家长吼，定定去看囡仔嘛吼，啊，伊就都带一个伴手，单人讲伴手单路啦吼，单路，比如讲往来苏啦，是讲什么变啊啦，有诶无吼，去送互迄个移民局，甲因囝办迄落学生证，学生证吼，唔敢收啦。唔敢收哦，伊讲伊未使收的啦。台湾人你就知影，就安尼就热情过度嘛。伊讲，我去拿去食，去食物啊，尔，我伫台湾摕来啊，你要搁摕转嘛无意思啊吼。人个新加坡的公仆吼，我个公仆，拍飞，吼专单的规规个单，单位一个人食一袋安尼。是嘿，哦，迄个无一关贪污的问题啊吼。所以人足撇嫌，你敢知影？避嫌。对。咱台湾的，我讲者，你可能不知影。迄知影遐大箱，也是迄个捧过只大箱啊。医生的迄落暗，迄落伊的迄落门诊在要刷的时阵哦，吼足侪，迄落唔知要开刀，也是要等病床的，拢安尼大箱，一直撸安尼撸，迄落医生另外一个门安尼一直撸入去。医生安尼啦吼。公家机关啦，安尼啦。李伟，你做过李伟的助理啊？对不？啊，不是。对啦。李伟的助理，年啊坐拢是往迄款火车咧载啊。对啊，办公室啊，拢安尼公开买礼物呢。对啊，这哦，这是后裔国家的荷兰语，起码荷兰语，起码这个国家我有了解吼，这是贪污的。你爱解释讲你有啥物啊个收入嘛？你爱解释呢？一箱
嘛，唔是三两千尔。唔是。系啊。会吼、哦，红酒啦，佮唱红包，唱金代表嘛，吼、哦。因为迄内底会去送遐立法委员啦，送个民意代表吼。迄拢是啦，有对价关系啦，迄拢有对价关系嘛吼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你要解释啊，啊，恁台湾哦，拢安尼大大方方咧收。我看过迄个姓罗的啦吼，一个新调入的姓罗的吼，叫发财的车去办公室载呢。在迄个八月半的时阵吼。对。啊，这吼，这有影，这代表要讲，比如讲台湾中国人就是啊，讲啊，万一中国人嘛，这年节，啊，年节上辈应该啊。这什么关系都这都是关了。人之常情啦。我讲一个咧。我有两年调转来台湾，伫荷兰大使馆做签证官。头一年八月半吼，旅行社唔多，拢爱办签证嘛吼。旅行社送予我的迄礼饼吼，差不多一发财啊车。我著交代我的助理秘书，一个一个甲摕倒转来。若无摕倒转来吼，伊若无来甲摕转来吼，签证就卖互伊。哦，迄段时间台湾的这款旅行社业吼，吼，叫我叫个，烦恼个，这无人情味安尼啦吼，你唔是无人情味嘛？你未使嘛？我是荷兰请的国家公仆，我未使提一款非法，也是讲文化的资财嘛。你无应该滴嘞，就对啦。我无应该滴嘞嘛，哦，所以我若无安尼先，我就免做啊。对啊。就简单嘞嘛。对啊。所以我你甲看阮迄个大使吼，伫台湾派来台湾做大使迄个，伊足爱啉迄个香片的茶饮嘛吼，啊但是大使有影无用，伊就无家己去买嘛吼，啊就叫迄个大使馆的小妹去家己帮伊买，啊小妹去买回来吼，啊就去回去啊领钱嘛吼，去请钱，大使知影态度啊，伊讲我叫你去买是我要出钱，你哪会使去啊回去啊请钱啦，啊，小妹的想法内外不分。小妹的想法就用台湾的想法嘛。对。啊，这即本三百块银的相片也俗啊，尔啊无啥物钱，啊，即都公司做好啊嘛吼。结果去互大家开除。啊，你讲严重？你感觉讲，你若台湾人的角度看起讲，哦，这想法现实啦。啊，但是人公司真清楚啊。对。对不？所以讲，你这台湾也无完全法治吼。老实讲的吼。人民的血汗钱是永远、永永远远开袂停。所以讲，即马咱的钱足多，啊，拢伫个什么人的手头？拢伫个了那个特定人士的手里。啊，咱遮的这个普罗大众，你免想要对啦。你看有迄落一个月什么哦，迄落公派民营的什么迄落当署长什么迄落薪水一个月爱八百几万，你敢食会了遐济？不是啦，你著农委会，农、啊、委会迄是一个部会嘛，伊农、啊、委会下边设置16个基金会，迄你全世界无的嘛？你设来创啥货？你设遐济要创啥货？啊，基金会就是你。先撇迄个税金嘛，税金嘛，等于内部洗钱，外部洗钱。是啊，就是安尼嘛。你农委会的预算是人民的血汗钱，纳税人缴的税金呢。对啊。哦，啊才饲你这个农委会嘛，吼。啊，你农委会那会使设基金会，基金会基本上迄就是洗钱的单位啦，吼。大家拢知影，伫台湾的基金会啦，吼，像你人一定是基金会嘛。嘿。啊，都基金会要怎样？无影要做善事啦。嘿嘿，几个做善事，对啦，当然做善事才无卡米啦，拢无人要做。你若去关去中国吼，较有卡米啦，就要做。对啦，做善事的人可能也有啦吼，有啦，啊，就用基金会的名义去做善事嘛吼。对啊。啊，基金会的名义办活动，就是以少报多嘛。系啊。我就用10万报50万嘛，迄就是安尼先嘛，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那有可能讲换盘的人唔知影，无可能嘛，噶毋是？咱要讲的重点就是讲，即款影响台湾的一个规个台湾的即款国家的前途的发展，啊，甲人民的福祉，影响真深。我感觉台湾人有一种迄个毛病，就是小贪。我是感觉，伊拢想空想胖，伫迄落这个法内底咯，恁两个落胖吼。啊，来取得家己的利益。系啦，我是较无同意怪台湾人小贪啦，台湾人的小贪拢是用教育出来的。
啊，无你看人外国人，卖讲啥爱琳达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现在的生活费有，你们不要再捐给我了哈。爱琳达嘛呢？啊，各位的梅西女博士啊，我这个用的到我要回天家哦，都够了，哎、欸、都不用了，海内外的人都不用都不用捐钱。你哪听到讲啊？才有讲顶边有一个新妇讲，因遐安怎无？咱不是讲捐，哎，几亿转去嘛？啊，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，不要再捐了。哎、欸，咱台湾那有你较济来嘛，无够贵。是不是还不够嘞、啊？你看慈济人家倒一个倒一个迄落，敢捌看伊有讲哦，已经够啊，唔好去关啊。无啊，无无人安尼啦。啊，佫继续菜市啊内底咧关钱。是啊，哦啊啊骗的，其实台湾是拢骗的较济啦，拢是骗钱啦吼、哦嗯。啊，小讲一个国家的法治偌重要，你敢知啊？一年我安尼大太阳个掠啦吼，咱一年中央总预算两条嘛。因为无法治吼，浪费的钱吼差不多一半啦。哦，譬如讲工程款啦，工程啦吼，工程上好包就是你工程上好包就做交通部嘛，所以足侪人要去坐交通部长就是安尼嘛吼。譬如讲迄、那个有一条高速公路到这，就乌羊。有乌羊嘛嘿。啊，讲一寸万，一万块嘛。人迄个德国人讲吼，铺金啊嘛变啊贵呢。黄金税嘛，铺金啊啦，铺金啊，嘿，嘛唔免遐贵啦吼。啊，人迄民政周刊，德国个民镜周刊，甲你写出这个议题。啊，你台湾当局袂感觉见笑。啊，佫随做起来，随脱水，随袂用水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因为吼，我最近你看一寡资料啦吼，一寡资料就是为民间社团代替机关去家己主动去考察的吼。有一个郑成红。伊哦去澳洲、去日本去观察迄个公共工程哦，伊啊咧看一个转来台湾，讲三个月食袂落饭嘛，就是讲咱的道路的设计，咱的水沟的砍伐的设计，吼、啊咱的即款迄个公共道的大台面的设计，拢完全不符合规定，吼、我再举一个啦吼、新加坡迄个国家啦，1965年八月七号才独立的。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是1949年就走路来台湾啦，吼、啊，所以定啦，你偏讲伊历史几千年，几千年，唔是几千年的问题，几千年你来做难民，是你有效率无效率嘛？吼、我讲新加坡啦吼，新加坡有一条做迄个市中心的路叫乌节路，Orchard Road 吼、迄条乌节路里拢人行道足济嘛吼，啊车嘛足济啦吼。迄条路的上边边的树啊，拢特别去种鸟仔味烧的树啊，鸟仔味来烧，就鸟来烧吼，放鸟仔屎嘛，你甲看有用心无？迄、那个负责迄个工程的是姓王石利，王石利啦吼，伊是甲收两个囡仔伫厝的，伊讲话听我感觉讲话其实足无简单的，伊就是主管。所以伊拢爱派工嘛吼，派工伊就爱要去种树啊，因就爱先去调查迄个地区的生态，吼、从这个地区的生态，比如讲运动场啦，还是讲老人中心啦，还是讲较有人咧出入的吼，啊尽量袂使有鸟仔，啊对，所以迄块位啊种的树啊，拢是鸟啊无爱休的树啊，吼，那真用心啦吼，也小小新加坡。所以新加坡人经济讲满钱，那个涂骹捡起来佫用得食，迄毋是无原因的啦吼。是。啊，这顶一集咱咧讲末梢神经啊。嘿啊。末梢神经管理佮上成功的就是新加坡，新加坡吼、啊有人甲讲，啊，我住喺新加坡市啊。无人讲日本较成功啦。无呀，无呀啦。嘿，无呀。老实讲，我的理解吼，是新加坡。因为你有住伫遐几十冬、几十外冬吼，你拢有亲身看到。啊，真侪人会安尼讲，哎，都去国家社好管呐、唔是，迄是有用心无用心嘛？咱台湾嘛社啊，对啊，台湾嘛社嘛吼。啊，你甲看嘛吼，你像讲即个日本啦吼，啊是讲新加坡啦，日本甲新加坡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啥？因为日本吼，伊是亚洲地区上早一个乌头毛黄皮肤去入去阮 G7。G20 的一关那个代表嘛，就世界一关 WTO 吼、WTO 啦，就世界迄个贸易的联盟吼，
唯一的黄皮肤加乌头章的代表就是日本嘛，吼。你讲话日本1945年才战败。对啊，1945年，我原子弹烧到寸草不生。是是，嘿，伊罗西嘛、广岛加那加萨基嘛，吼。啊，短短20-30年的中间，人日本已经成做亚洲地区的代表呢。对啊。啊，你中国人讲几千年都几千年，那有效？你都无个一项个，无个一项个当提出来看啊。即马中国大陆讲，伊即马是迄落经济王国吼，啊，经济胜过美国吼，啥物嘛胜过美国，啊，即马如今何在伊？无啦，中国人拢讲好笑，碰风，拢碰风话嘛，因为爱面子啊。中国人的话来听吼，晒食的啦。咱老实讲吼，咱虽然无经过共产党的统治吼，但是走路比共产党更加严重。咱面对中国国民党几十年来，咱敢看无清楚？嘿啊，好笑，白擦，无爱清气，无准时，哦，啊，讲话大声，佫爱碰风，无廉耻，佫占领，是啊，所以讲，咱对中国人吼，其实讲起来也无够了解啦，对，所以一部分的台湾人，阿妈感觉讲啊，都是一家人，谁跟你一家，谁理你呀？系啊，谁理你嘛？诶，中国的副总理无疑啊，对啊，李毅官呢？世界卫生组织讲讲，谁理你呀？系啊，系啊，谁跟你一家亲？迄个画面吼，迄个画面还佫叫我。啊，你无法度叫醒台湾人啊！安尼嘛，佫无法度。啊，无法度，因为台湾人就经过洗脑太久了。对啊，洗太久啊。所以有真侪真侪，什么自称本土社团、台湾社团，拢爱台湾，咱口开嘴合嘴拢爱台湾。结果拢伫挺伊管无爱台湾的政党啊。对啊。你无派台湾的政党嘛吼？对啊。你甲看陈水扁的任内，台湾意识提高到68%呢。啊，即马敢有50%？无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真侪外国人甲我讲，啊，你唔免甲我讲，恁台湾意识、台湾价值，恁都无咧讲母语，你都无资格讲台湾价值、台湾意识嘛。对。母语是一个上原始的嘛，迄妈妈的话嘛。妈妈逐工，对阿爷逐工讲讲，逐工讲。啊，讲讲读册了，就爱单调。啊是啊。啊，一世人就爱单调，等到老的时阵，啊，伫遐眠床安坐安坐，再来讲台语。是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一个国家若无进入个法治吼，老实讲，伊无法度建立一个制度。啊，若无法度建立一个制度吼，你一寡钱就乌白开，乌白开呢，你浪费足济一寡无应该开的钱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咱要国期待这中华民国吼，若肯放。无提掉、无换掉的吼，你讲要期待这中华民国的法治吼，迄是比请几条，我搁较疲劳啦，比顶天搁较为难啦。咱即马咱台湾哦，这就是讲，即阵中华民国即阵官员即阵的拢经过洗脑出来，这哦，有影未用尽啦，未用尽。嘿，啊，咱就想看哪，这中华民国剩这四个字，应该来停一下。对啊，因为老实讲吼，就是讲换政党、换国家的名称。迄是人民的权利，人权嘛。对。美国迄个国家的伟大就是伊独立宣言。对。哦，人出世就拢平等啊。是啊。啊，所以无迄个你较悬，我较位，我较矮，你较弱，我较矮，啊，你较大，你较细，就无迄款物件啦。所以我定下你讲美国人拢无咧叫老师找老师好，校长找校长好，无即款物件嘛。嘿。啊，真侪在美国人唔知影呢。嘿。真侪在美国人唔知影呢。有迄落转来无，转来有迄落移民去过迄边的讲，若无，哎，敢若你讲的讲，囡仔哪会转来，免写功课，忧心忡忡的，较紧走去学校嘛。是啊，嘿啊。有我讲一个人，你嘛听过啦，赵小兰。嘿。小布希的时代吼，任命伊做交通部长嘛。嗯。迄赵小兰八岁，伊伫中国出世哦。八岁时，因老爸带伊去美国移民啦吼。头一天去学校，甲老师惊咧，去予规班的学生笑甲变脸。美国人无咧共惊咧呀。啊，咱迄落台湾也是因中共啦，无惊咧，你会去往何惊？是啊是啊。哎，你今天不能进来上课，你给我出去外面站着上课。对，所以迄赵小兰吼，伊头一天迄刺激了吼，伊就开始认真去学习美国文化。所以伊会做个美国的交通部长，对啊，足够的，足够，足无简单啦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要讲台湾要有个法治哦，真困难啦。对，吼，啊，但是嘛是爱积极。你讲要公平正义嘛，若有伫中华民国台湾，
这个国号内底嘛无可能啦。什么叫公平、正义、法治、人权？什么民主 ？No，、啊、没有、啊。有的话也只是半吊子。啊，咱照这节目讲这个法治的概念，就是讲、嗯、有一部分人对法治无啊清楚啦。嗯，就是讲。捌听过法治啦，但是唔知影真真正正法治的内涵是啥物啊？法治就是国家要有制度，制度包括连开支嘛要有会计制度，对，连开支嘛要有预算制度，对，啊，预算制度过来要有决算制度。你就法律你看卖啊，到即马敢有预算法，无决算法嘞？对啊，就是讲今年变两条的中央总预算，啊，剩偌济？啊，欠偌济，无都唔捌讲。无，因遐讲拢爱开完啦，无开完后界无爱，无爱搁拨出来。啊，真啦，你后边国家吼、嗯，差不多十个九个人就爱关啊啦，拢贪污嘛。你剩的钱哪会当跌到底底啦？对啊，我无开完。对啦，我有那捌听过啦。系啊。啊，这足奇怪的讲法，就是讲，真啦无开完，后回变的医生都变啊啦。嘿，啊，这唔对嘛，因为阮伫个迄个外国个政府吼、哦嗯，是你个单位个钱，每一年省个钱省愈济，迄是你升官个，表示讲你真够换家啦，你迄个单位换甲真好。迄是你调动甲升顶个一条件咧，你好，啊，所以讲你唔嘛讲这中华民国，我实在即摆是足无爱讲啊，我是讲吼，咱唔通去讲台湾，其实是中华民国啦。好啦，好、哦，啊，讲了心肝会听。系啊，好啦，咱今日讲这就好啦。你讲，有影嘛？嘛唔通讲台湾心肝佫较听，较讲就是爱中华民国，即下就中华民国总统啊。对对对。系啊，好啦吼，咱啊，咱海内外乡亲哦，咱来想看嘛，这代志有影无革命，台湾无救啊。无救啦。系啊，真正啦，免小钱啦。系啦，好，啊，咱今日就到这就好，感谢各位。最后大家阖家平安，多谢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I'm too cold.